阮自在菩萨显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一切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垢即未得，无得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阮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，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成就，是大明咒，是无成就，是无顶顶咒。令诸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诸法，皆得皆得，般若揭谛，般若僧揭谛，菩提萨埵。